喧喧箫管竹歌讴，月落双亲俱未收。一曲分明历静寂，换来羌板唱潮州。这是清代翰林院编修龚显曾在官居中写的一首诗，他描述了家乡泉州戏曲演出的盛况。诗中所赞历静寂，又名荔枝寂，是闽南家喻户晓的名剧，也就是梨园戏的经典剧目《陈三五娘》。明代以后呢，很多知识分子就当官了，考了这个进士了，当了大官了，哎，他把这个演戏啊，就作为他们的风流，啊，这个有文采，铁打风流，所以他很多就在家里面呢，就养家班，自己找一些小孩来学戏，自己养起来，演给这个亲朋好友。然后呢，自己写戏，写完了让他的家班来演，来表演。据说呢，梨园戏的代表剧目就是《荔静记》，就陈三五娘，啊，荔枝跟静，叫《荔静记》，陈三五娘，他最早就是泉州的文人呢、啊、写的。故事来源于泉州民间传说，它讲述的是陈三和五娘的爱情故事。泉州富家公子陈三因送兄长赴任途经潮州，偶遇皇家闺秀五娘，两情相慕。陈三不惜乔装工匠到皇府磨镜，借机打破宝镜而卖身皇府为奴，历尽磨难，终于与五娘成就家园。这个潮州人看了这个戏以后，当然就很不爽了。泉州人来潮州把我女孩子拐走，他们就写了下集，叫沈陈三，就没让他拐走，才跑到福建和广东交界的地方，哎，被抓回去了，抓回去就独行拷打沈陈三。泉州人一看就不高兴了，再接下去叫一村告一状，再来一个大官把这个为非作歹的啊，就是那个林大给抓起来，然后把五娘又判还给陈三，让他们破镜重圆。雍容雅逸的弦管声，清婉曼妙的舞姿，无不向我们展示着梨园戏的古雅风姿。所以据说当时这个戏啊，要演27个晚上，是文人在斗彩，那很多是从家班里面演出在流传出来的。所以呢，因为这样子，所以梨园戏它的特点是什么？非常文，非常雅，以文戏为主。在梨园戏里面基本上就没有武打戏，它以唱。千家罗椅管弦鸣，柳腰舞罢香风渡。唐宋之际，泉州歌舞兴盛，梨园乐被士大夫们雕琢为以泉腔谱曲而歌的弦管男音。而当靖康之变，宋室南渡之后，泉州已有梨园景象。当时掌管宋朝皇族宗室的南外宗正司迁入泉州，设属于肃清门外西南水陆寺，也正是今日福建省梨园戏实验剧团所在地。梨园七子班作为同龄家班，就是在那时
由南外宗正司及其他豪门官宦带入泉州。一时间，本土的、外来的，同称为梨园的南系班社及宗室、豪门的梨园家班流入社会。从此，梨园系独步闽南，一统天下，经久不衰。宋元易代之际，杂剧兴而南戏渐衰。等到明代大才子徐渭写《南词序录》的时候，作为南戏之祖的永嘉杂剧已湮灭在历史的烟尘中。然而，梨园戏至今还保留着徐渭所说的最早的两个南戏剧目王奎、赵真女的口述本，还有其他25种见之于记载的南戏剧目。其中《朱文太平前》等则为海内孤本。透过这些抄本，我们穿越历史，在依旧栩栩如生的梨园戏中，看到宋元南戏生动的身影。梨园戏也因此赢得了古南戏活化石的赞誉。南戏应该说是现在中国这个宋元南戏能够保留下来的，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个剧种。它应该说它是一种宋元南戏的影响，它保留了剧目，他的音乐，他的表演，和近几年来发现他明代的这些古籍，都说明他这个剧种是非常这个高的这个文化价值。然而到了清代，梨园戏却逐渐凋敝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正音戏的传入似乎是一个解释。但真正的冲击则来自清末新兴的高甲戏。那时人们对文武兼备、排场大气的宋江戏的迷恋，使得一向以文戏擅长的梨园戏难以从容应对。到了清代的时候，这个家班虽然还有，但是呢，外面的土班呢、野班呢更多了，因为老百姓的这个社戏啊、过年过节啊这方面的演出更多了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就觉得梨园戏啊文绉绉的，不好看。这一回古歇歌兮真的是曲终人散了。梨园戏芳华重现则是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事了。1952年，晋江文化馆馆长集合了散于各地的梨园艺人，在青阳东沿的一个旧庙宇中，迈开了梨园戏新生的步伐。他们整理排演了《陈三五娘》，第一次将梨园七子班、上路、下南三派合并，称为大梨园。1953年。文化部批准建立实验性的省级剧团，泉州成立了梨园戏实验剧团，也就是今天的福建省梨园戏实验剧团，开始了梨园戏的拯救、新传、研究、发展工作，挖掘记录了大量的梨园戏剧目和音乐曲牌。
1954年，传统剧目《陈三五娘》等名剧的上演，保留了梨园戏大量的音乐曲牌、唱腔和丰富多彩的表演艺术。古朴细腻、优美典雅的梨园戏又一次焕发出璀璨光彩。梨园戏分为小梨园、下南、上路三个流派，其中最为典雅细致的自然是宫歌善舞的七子班小梨园。小梨园的小是因为演员的年龄小，他最初是豪门富士的加班，世代相承着一种奇特的搭班行规。班主延请一名艺人为师，在收买七八岁到十二三岁的儿童为徒，一徒七约多是五至十年。期满后，由于所收一徒已是变声期，故而散棚重新组班，永远保持同龄特色，以适合深闺内院垂帘观赏。小梨园传世剧目结构严密，文辞典雅，人物性格形象鲜明，内心描写细致，为全国所罕见。小梨园的角色行当分为生、旦、净、丑、贴、外、末七种，所以称七子班。其中旦角的表演进三步退三步，摇踏生风，婀娜婉转，最能体现七子班宫歌善舞的本色。在高文举《玉贞行》一折中，玉贞千里寻夫，独自跋涉在叠嶂山岭中，以一只小小雨伞为道具，一步曲一步磕，凭借捧伞、掷伞、托伞、停伞等十八伞科舞姿，细细诉说孤身行路的艰难和悲苦，诉说内心对夫君的一点期盼、一点怨爱，也刻击着观众心中最柔软的部分。和情致柔美的舞姿相配的是格调清丽的唱腔。小梨园的唱腔非常丰富，不同剧目都有不同曲牌，每个剧目都有套曲、名曲。如果说小梨园盛开在深宅大院中，那下南梨园则根植于闽南田间沃土，浸染了闽南乡土的民间气息。下南的剧目结构较松散，文词粗疏，唱白重复，保留方言本色和浓厚的泥土味儿，不同于典雅的小梨园。其唱腔也颇为简单，常常只有几个曲牌不断重复，具有粗犷豪放的特色，适合以粗角及净、末、丑、外四大柱为主要行当的表演。我也是学过下南的流派，它比较粗糙，还不像小梨园流派那么精致，不像我们的上路流派那么有人文的内涵和这个那种韵味。尽管不能以雅取胜，下南梨园却别具一种生活情趣和乡土气息。场口上保留着丰富的百戏杂剧表演。李亚仙一剧，既有唐梨园戏耍的踢球，又有闽南民间的拍胸舞，还有充满民间智慧的磕魂谐穴，处处展现着本色生活，敷衍人情世态。
戏里那一只棉达絮三千两斤是许多观众张口就能唱的曲子，其曲词不论韵脚浑然口语，却说尽人情冷暖，世态炎凉。正是这种淳朴自然、贴近生活的风格，赋予夏南梨园持久的生命力。那么什么是上路呢？对于福建而言，浙江、江西等都是上路。泉州人对外地人自称夏南人，本地土腔叫做夏南戏，那么外来生腔的戏就叫做上路戏了。上路梨园保留了大量宋元南戏的剧目，许多都是国内罕见的孤本，如朱寿昌、尹弘毅，至今未见于国内其他剧种。上路戏剧目多是家庭剧，讲述已婚男女的悲欢离合，表演上以生、大旦、静、丑为四大柱，尤其是大旦，许多剧目由大旦一人独唱起脚、独善其场的路上戏，其曲声情并茂、荡气回肠，其舞哀艳欲绝、飘绕萦回。上路戏讲述的多是人生的辛酸苦辣，尤其是被遗弃的妇女的不幸命运。经典的折子有宋寒衣，讲的是孟姜女风雨兼程、万里寻夫的故事，八百多年来无数观众为之泪下。上路梨园虽是外来生腔，但落脚泉州之后就一语改腔，与当地的戏曲元素相融合，因此他的唱腔同样是南音，但在曲牌处理和管门运用上以刚劲、淳朴、哀怨为主，别具风格。梨园戏较完整地保存了古典戏曲中诸多文学和演出形态的特色，其音乐唱腔、表演科范在中国戏曲艺术长廊中独具一格。若论梨园本色，唱腔为首，梨园戏音乐乃曲牌连缀体，保留了不少唐宋大曲、法曲，主要伴奏乐器历史悠久、形制独特，颇有唐宋遗风。梨园以南鼓为帅，爱品箫为主乐，弦乐用三弦、二弦，后来也配上琵琶、尺八。梨园南鼓又称压脚鼓，打法独特。鼓师司鼓时，脚压鼓面而移动，通过压力的重轻、位置的不同，控制音色、音调、音量的变化，并以此带领乐队与表演，烘托剧情的起伏和人物感情的变化，统一全剧，有若万军主帅。梨园虽以南鼓为本色，但在民国期间就与弦管南音互为攀婉，在那之后，尺八之幽怨、横抱琵琶之古韵也为梨园增色不少。尺八也称洞箫，因箫管长一尺八寸得名，承袭唐代实木九节一致，音色委婉含蓄，略带凄凉之感，
善于表现清雅飘逸、幽怨抒情的情绪。还有二贤，与宋代陈阳乐书中提到的西秦形制上极为相近，是我国古老的拉弦乐器，发音细弱，合乎梨园古朴典雅的本色。泉州的戏曲，你认真的看来，它，各具个性，而且个性都相当的鲜明。比如说梨园戏，它就是一种非常古典的、柔美的，这么一个品种。这个它呢，这个表演非常的细腻。说到表演，大家都知道梨园戏有一套十八部科目，只是为什么是科目呢？所谓科目，即指一切科部的基础。十八部科目就是各行当都要学的基本动作，科范严格，纪事相严。有经验的艺人把十八部科目分为三种类型：拱手、分手、举手等是生活型；第二种是心理型，情绪愤满则独处，赞美称羡则过眉，神情恍惚七不颠，荣耀得意相公模；还有就是行动型，包括按心、垂手行、牛车水、反头转角和圆场等。其中垂手最为经典，旦觉挥袖作舞的初起状态，舞中的起承转合都以垂手舞姿连贯为流畅的线条。梨园生旦袖口只有盈尺，所以双手外露，因此梨园手姿表演独具特色，有兰花手、姜母手、螃蟹手、观音手等等。与身段配合，则极富雕塑的美感。十八部科目是演员塑造人物的表演手段。中国戏曲表演艺术讲究四功五法，梨园戏在这方面同样有其严格的程式规范。如手要三结手，身要高人身，眼要四顾眼，还有举手到目眉，分手到肚脐，拱手到下颌，足错到腹脐，直手对鼻，偏处对耳的规范等。梨园行当沿袭宋元旧制而来，三派中行当分工略有不同，各有所谓的四大柱，但三派合为大梨园后，生、旦、丑仍然是最重要的行当。生有沙帽生、破山生、文小生等。表演程式除十八部科目基本程式之外，还有四十八式，其中有对草木禽兽的关照，也有对佛像傀儡的模仿，例如十八罗汉科。在高文举过音府一折中，高文举以折扇代替马鞭，丑绝小军直棍马后追随，二人各自做九段科步，身段各异，一步换形，又相互呼应，表现了人物的急切心情。在朱寿昌《冷温亭》一折中，仅仅以一根扁担为支点表演科步，就表现出风雨交加、步履艰难、身负重荷的情景。
在《陈三五娘赏花》这一折戏中，我们可以看到传统表演样式走四门，旦角以流畅的舞姿、优美的身段虚拟完成了穿曲径、过回廊、游赏花园的空间转换。梨园的丑行的城市尤其生动可爱，如扑手行、烟机行、插手行、七步颠等，就连礼并、整冠、提携的日常动作也谐趣盎然。1953年，梨园戏建团后，梨园戏三个流派中共20多位老师傅，口述剧本，传授技艺，半个世纪以来，培育了100多个梨园子弟。为保存梨园戏优秀古老的艺术传统，做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。我们每年的演出任务，闽南语戏一带的演出任务非常的繁多，一年差不多，如果是一个演出队的话，也将近有120-130场；如果两个演出队合起来，那就更多了。演出的市场还是不错的。而且年年的会递增，演出的场次还会年年的递增，整个的那个业务的那个循环还是比较好的，目前呢就是年轻的一代的演员特别的多，老的演员呢都相继的都退休了，但是呢梨园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现状，就是退休老艺人他们有的退休了将近10年呢，都还在从事着舞台的表演。或者是教学的工作，所以在传承的这方面，这个剧团还是比较有一个良好的循环的。新时期以来，梨园戏劫富淫、造吏与女贼，获首届中国戏剧节及第9届文华新剧目奖大奖。2004年，董生与李氏获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10大精品剧目。梨园戏深远的历史、独特的艺术魅力和丰厚的文史价值，为他赢得无数赞誉。2002年，梨园戏作为我国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典型代表，被亚太文化中心列入传统民间表演艺术数据库。2005年，梨园戏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锣鼓阵阵敲碎寂静的夜，箫管声声如歌如诉，不绝于耳。800多年的积累与创造，梨园戏的表演达到了中国地方戏曲艺术发展的高峰。800多年的风雨沧桑，闽南大地依旧回响着梨园古韵。